向所有的来与会指导的好朋友深深的鞠躬，跟大家说一声非常非常大的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在这边呢，我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红盘国际哈，红盘国际有限公司，我们是常年以生意、教育还有公益。那去年我们在办大型珠宝展，大型的交易会的时候，是我采访你 Kelly 的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台湾呢，我们是唯一在亚洲区首办宝石加盟连锁系统，首创什么？宝石加盟连锁系统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创举，在红盘2010年的红盘国际2010年这家公司得到国家企业金舵奖的一个荣耀哈。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那我讲过，这个我们常常谈的部分，生意是要很用心的做，就像这几天这样的一个活动下来，我很感谢大家所有的协助哈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在教育上，这几天我们20余年的，而且红盘呢这么多年，以20余年的珠宝买卖，我们常常很用心在买卖精挑我们的宝石哈，所以这几天有21天的展览，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大量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因为生活艺术化，跟我念一次哦，生活，生活艺术化，珠宝生活化，珠宝生活化，那珠宝更可以艺术化，珠宝更可以艺术化。所以今天我们也配合很棒的曼陀罗几位作家，还包括美美的模特儿，会把我们身上所有很漂亮的宝石展现在身上。那最终呢，我还是要感谢所有来参与的人。那我讲过好话慢慢说，那美的商品我们细细的看。那在这边我就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，谢谢我们所有的欢迎来宾，谢谢。